泰国玩，我在泰国自己一个人散步，我准备去那个商场溜达溜达，给你们直播，你看我好不好？我来出国玩都不忘了你们，我都给你们直播。对，我自个儿，一会儿我们吃饭去。别乱吃东西，我昨天什么都没吃，要拉肚子了。谢谢，真的是。哎，我是不是到了呀？我得看导航啊，等会儿一下啊。哎，对，马上到了那个商场了啊。跟你们聊会儿天儿，他就是说，人在哪都不能忘了你，知道吧？泰国热，泰国很热。哎呦，泰国好像是改装牌，其实是河海。哇，这大街上老热闹了。我预告啥呀？我就直接想开就开呀，对吧？我就这么随性的一个人。我为什么在下面走呢？是因为这个下面巨热，然后它这上面是有比较凉快的。就一人在表演口琴。自己在这泰国溜达，哇，真的，其实不是很热，在上面的话，但在下面就会很热。敷防晒了吗？忘了，没事，一会儿咱去买个防晒去。生腌其实没事，因为我小的时候也吃生腌吃长大的。营口有很多什么咸卤螃蟹呀、咸虾爬子呀这种的，都是生腌。在泰国玩啊，家人们，就是说，真的，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哎。主播穿短裤了没？但主播穿了个凉鞋。很凉快，那容易被晒出一个地儿。我们那网不卡，这边居然我买的是漫游，居然是五 G， 可以的。这边的车都很好，有的车就是当那个中国是没有的。然后它每个车都改排气了，我发现就很多摩托车，但我没看到那种巡航车那种大雷之类的那种车没看到。只看到了一些踏板，但踏板都巨响，嗡嗡嗡的大踏板，我把手机也捏住了，我知道吗？走吧，我们再溜达溜达，再去商场了，再凉快了，熬夜。主播一个人能走到家，放心吧，主播是非常厉害。特别有方向感，哇，也没有很凉快，但是很舒服的温度，就不会和外面差太大。卡了，刚才看了一眼微信，这人给我发东西，不是关于这个的，没事。刚才好像后面有个粉丝认出来我了，看他跟着，没事。看看啊，这个静电就不太好了，不要拍卖当导游，但我就是想自己自食其力一下啊，对。就是那种特别新鲜的椰汁，看看去。泰国这边粉丝真的就很热情，而且还会跟我们保持好距离，就这边很欣慰。这层我也买不起，再上楼看看吧。一会儿我买的时候就可能给你们挂掉了，因为那个我的英语不是很好，有点容易丢脸。我就说 ，Hello, how much it is? 我就非常的 in cold English， 就感觉非常的没有面子。提前跟你们说一下，到时候别嘲讽我。
不能挂，不行，必须得挂，太丢人了。哎，这边是卖啥的？这卖啥我都买不起，看，挂劳斯莱斯，走，咱们去看看去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，别了。你看劳斯莱斯，哎，这有个川崎摩托，哎，不是有川崎，那个啥来着？是凯旋，对。为什么凯旋会和这个表呢？看劳斯莱斯，非常的贵，我也买不起。这个卖是，哎，对，正好买个储存卡，对，我买一下，我相机储存卡丢了，买个储存卡去。啥啥样是啊？这种的，128，1400出啊，行，12864就行，64就行。Hello， found it。This one。Yeah. Okay, would you like to play by cash? How much? $750. Wait, wait. 李霞，来。你好，啊，你好，你来找我钱。谢谢。哎，我有储存卡了，我也。哇，这相机不错。我看啊，汇率哦，天，哎呦，这好大呀！假如说4600的话，算一下。900多块钱，不是很贵。啊啊，好，偶遇我的小粉丝啊，你可以去 VIP 看我直播啊。啊，好的。有点尴尬，哎呦，这个卖香薰的，哇，海王 MD20， 我觉得这车贼帅，看一下，哇，这碳陶刹车，哇，这蓝卡钳，哎呦，不行，别看了，看了也买不起，哎，多帅，这屁股后面多饱满。哦，有卖瓷器的，但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买瓷器呢？对吧？先买咖啡杯，说实话啊，这不是咖啡杯，这是香薰，1800，360呗，360还行，还挺大。他们说这个汇率怎么算，就是乘以2，然后再把后面的零抹了，就其实就是那个大概的人民币。是卖啥的？卖手机的。楼上还有啥？主播帮你代购了一下，你先把钱给我，帮你买哦。但这个它是右座，所以说你可能进不来啊，你买不了。那它多少钱呢？得200万。但好像说泰国的改装车，改装车特别好，特别好玩。就是我想去那种改装车展，但我好像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说咱就好好的逛商场得了。
这不是怕晒吗？我这怕晒，戴了个帽子。我一会儿打算去买个那种草帽去，就是那种，因为我原来那个草帽有灯儿，要买个那种稍微比较立正点的草帽，就是也不是说立正，就是遮光啊那种的，凉快点。这有点热，这个有点。就这啥？呀，米比。哦，这是啊。哦、没啥缺的，我想买，哎，要不买声卡的呗，会不会便宜呢？你说。我去溜一下。第二来说，生产应该在日本的，好想卖。啊，好像没有生产 ，sorry。它就是相机和一些麦克风之类的，但那种声卡很奇怪。我之前那声卡噪音太大了，录歌什么录的声音贼大，就是噪音啊，有点消噪还不好消。这有前提。谢谢。这为什么这城是卖车的？哇，马丁！太帅了！啊，这种店我不会进，算了吧。叫宝马，哇，这城都是卖车的。哟，他没电。小皮卡。这是中文歌吗？没事。听到中文歌，我直接说没事了，我就还是算了，走吧。萨瓦迪卡。哇，哈雷。这我最喜欢的车，大肥仔。你们看，大肥仔，不是，这多少钱呢？我看看价格，国内要30，没有写价格，但我不好意思问他。看看这个吧，1250，个十百千万十万75,000，150。15万，跟国内差不多，那算了，这拿不住。国内差不多，这个摩托车的价钱。我骑回来，从泰国骑回来。行，那我们一万那个毕业了，我还没回来呢。咱们明年见。我回来就跟那个就是徒步去西藏那种的人一样，就是会变得非常的，会非常黑，非常丑。帽摘了吧，好热呀。我后悔戴这帽出来了，真的，我以为能遮点光，后来发现可以走那个长廊。戴上墨镜，这墨镜算了，这墨镜在我在那个711买的，哎，打点便宜，多少钱？折合人民币就30-40，那种的遮光的。主要我合计就是没有墨镜，我忘带了，就买一个也算是纪念品了，也挺好看的，你多好玩。给你们看看啊，有点嘚儿。带点纪念品回去，我得。行，那啥，集合店看看去啊。我可以把帽子塞这个袋子。看没塞。可以跟去了，这里应该有买那种纪念品的地方。马超的音箱，3000多那个。
好烦呀、啊！这算东西真的很难。是买手机壳的。六千带钻，钻四千，那也那也不贵。叫道哥，这干嘛的道哥？放啥牌子？就很多东西国内都能买到，就没什么必要。我来个，哎，先拿一生的表看一下。哎，我为什么我买戴一生，为什么是日本买？对，我会看的。逛什么店？就是一个集合的商场，没写价格，怎么能没写价格呢？哦，有23900，23900，23900，就24000呗，24480，啊，4800。4800贵，没带4800，卡了，怎么会卡呢？啊，就是上万东西咱都不看了，我明白了。哇，这好可爱啊！这是八音盒，哈哈，八音盒，哈哈哈。这是卖纪念品的。卡吗？这我开着 5G 呢。这化妆包不错，有没有 S 的？看一下。算了。卡吗？卡吗？还有卡懒得办啊，就合计赶紧。这杯不错啊，很帅。怎么会卡呢？我这看着行啊，反正我反正我这么直播吧，反正你们看到时候看直播回放应该就不会卡了。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重新进一下是吧？我重进一下。就上万的东西咱就不看，我明白了，上万就不行，咱就买那种便宜的，嘎嘎便宜，是啥玩意儿？手机壳。佳宁的表吗？好便宜啊！啊，智能表，那还是有点贵。没有写价格，好多东西就是都有。这啥生发的帽，这帅呀、啊！但我不需要。我、啊、看有没有卖那种脱毛仪的，那个胡青啊，整不掉。我去那家去美容院打胡青，完了之后给我打伤着，红了好几天。没有卖的，完了，我今天没刮胡子，忘了，怎么办，家人们？我有吃饭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嫌我丑。这名很好，这个名就是三包的。三包的，很喜欢，我跟他跟我合个照。很适合我哦，这个。怎么弹幕也卡了呀？我看到弹幕了，这卡到那哪了？
不是，这个东西肯定卡，没办法，我不在 WiFi 底下。完了，刚才河道都没有合上，怎么办？你们现在都卡了，我就这么放着吧，把它弄。哎，你等。95？对，95。这么便宜？90？啊，有two。OK，你扫吗？呀，扫。很便宜，就是这五块钱就不要小费了，谢谢啊啊！你看，三，我的语言系统混乱了，怎么办？刚才好尴尬啊！完了，我刚才语言系统混乱了一瞬间，怎么办？我太尴尬了，我刚才说。哦，谢谢哦，阿里嘎哦 ，thanks。他就20块钱，很便宜。在泰国真的是很尴尬。嗯。我要调个美颜，我现在没有美颜，看都看不了。磨个皮儿啊，磨皮儿，我们看着舒服点。我很爱吃冰淇淋，我最爱吃冰淇淋，冰淇淋让我快乐。你们说不要美颜啊，我挂了。买大虫子，可能太沧桑了，角度不太好，往后仰。然后今天刮胡子好了，胡子没刮。这个应该是蔓越莓的，还有个椰子的，有点像树莓。卡吗？不会啊，我是五 G 啊，上面写的，酸溜的，对，尝尝椰子味的啊，嗯，很椰子，它那里面还有那个椰子那个椰肉，哦，20块钱，这个真便宜啊。卖了3个粉丝，这嘎信号不好是吧？别换地儿啊，信号不好。这会不会好的？还是卡？
啊，合照吗？行，那个帮我扔了呗，就给你合照。嗯，来。不要羡慕，不要嫉妒，你们以后都可以的，对不对？都没问题的，这种的合照是 OK 的，知道吧？但是要保持距离，这种。你们需要给我一个个人的空间，然后我就很开心。我要情绪不好就不会跟你们合照，我情绪好就会合照。我非常的，还准备家具的，可以看看。正好最近在研究搬家。这我看这干嘛？我看这我买不回去，我脑子有病似的。儿童世界，非常适合哟。给了时间了。这前面一下楼吧。楼。下楼。它挺大的，我记得，不是这很好吗？不是这泰国三里屯吗？卡吗？怎么会卡呢？我这一直都是 5G 啊，网格啊，为啥呀？不应该卡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事情就是很离谱。不是，我真的我尽力了，真的，他这个卡我也没有办法，不是我的问题，这个东西。哇、哦，这个我分的一下好漂亮。这是哪里？Fender。这个箱也很好看。它那个，Hello， Fender。This one, where is it? Which? Wormwood. Here. Yeah. You want to try all my? I want to check this. I want. Just see. Okay. Which model? How much this one? 三秒一针。Okay.好漂亮啊！我家里很多音箱，但我真的很喜欢这个。我开了一分，一分。哦，两千。OK， OK， I know。两千，我有2000块钱嘛？然后买这个是不是太亏了？买分体呢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个？
15,000 plus. You six. Then. Yeah. Where do the ball? Hello, bye.这是一个音箱，它是一个就吉他品牌的，但很好看，我感觉没见过的音箱，第一次见到就有点爱上了，大家挺好看的，说实话，算了，买点小东西回去，买这种大件带回去费劲，上学上贼沉的，还抽着还拍的，啊，它是能退税的，退完税了，说两千块钱退税，退完了不就也一千多块钱，一千块钱买一音箱，还行的，算了吧，再想想，我没带多少钱。好了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要撤退了，我去看看衣服了，拜拜，拜拜 ，guys， 拜，下次见，萨瓦迪卡。Hello， 啥玩意儿？我都回来了，啥也没买着，买张那张卡，气死我了！我这随便带溜溜的，这是啥玩意儿？彩票吧，这是？那不买没啥用，也不会兑。我上来玩的，买卡吗？我都出来了。还有哥上票，他也抬着。哦，等你来了。那有卖衣服的，这个看起来好垃圾的店，但是好想去看一眼。泰泰玛莎杯，对的，老曼女士，那算了。哇，这个车很，哇塞，这车好帅啊！这什么车？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反正国内没有的车，哇，太好看，跟凯旋长挺像。哎呦我妈，太热了，好热了。你们说来泰国买点啥行啊？我就买了那张卡，就那玩意儿搁哪都买上，没啥必要啊，买那张卡啊。药店我也看不懂啊，买那膏药我也不需要。他买点衣服之类的，他有纪念品带回去，那种就很便宜那种的。刚才走一圈好贵哦，每一件都5-6百以上，那是太贵了。都是吃的呀，吃的不来了。好，那他过去走过一天桥，走。找那种特别垃圾的那种店，衣服店，就买点那种简单的衣服，就那种泰国产的那种，便宜那种。哎呦妈，热死我！哎呦，热成狗了，真的。啊！我走对了吧？这方向？对吧？哦，我在刚才上面走的是吧？泰国多少度？现在35-36度。
行了，回来回来了，刚才我切出去了，看了一下，确实没走错，没走错，看来我还是记道的。啥玩意儿？啥哟？好多电动车，你看，好多电动车在停着，密密麻麻的，里面有不少狠车，还有个什么有个765S，还有啥？主播就是逛街啥也没买着，很生气。主播准备去另一个商场看一眼，那商场离这很近。在外小心，哼！哎呀，不要去那些嘎腰子的，我跟你讲，谁嘎我，我给他嘎了。谁敢嘎我呀？对不对？这人犯的一心想，妈呀，这人太虎了，赶紧离他远点。哎呀，这没有，这我们现在曼谷这个地方很和谐，很文明的城市，很好。这有 BTS 是我想的那个 BTS 吗？是，拿嘴开椰子呀？这边椰子好像不有点硬，好像说是，我也不建议拿嘴开。哎呀，到了那个商场了。我们去溜达溜达，估计到商场里面又没信号了。不过没事，没信号再说吧。备不住这商场有信号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是不是这个？啊，对对，是这个。过街天桥挺有意思。是不是到了呀？哎，这是不是啊？哎，是吧？看，我的灶台劲爆，不会晒黑的，放心吧。主播除了脖子以下都能晒黑，脸绝对晒不黑。哎呦妈，太热了，是吗？这是广场啊，不是个那个。哦，上场，这还蛮有感觉的，这是日料店。我觉得特别逗的就是在泰国吃日料店，在日本吃泰国菜，觉得这种人就很厉害。买大裤衩的，我这就是大裤衩的，很凉快的。哎呦，这口热，30度别穿衣服了，太热了，我真谢谢你。你行，别来太多了。好像马上又卡了，好了，家人们不说了，拜拜。